胜，收复失地。若不杀岳飞，岳飞必反。弟兄们，十余年间，我们披坚执锐，往来营敌，没有一夜可以安寝。不是我们不想睡，是契丹不让我们睡，是北辽不让我们睡，是贼寇不让我们睡。天下之大，竟找不到我们宋人安睡之所。你娘在我背上刺了四个字：尽忠报国。勿忘国耻，光复中原，就是我们的忠；万千黎民，天下苍生，就是我们的国。他们在哪里繁衍生息？他们在哪里祭拜祖先？他们在哪里提笔写字？哪里就是我们的国。我，岳飞，相州苍蝇，我家乡天高万仞，地厚九重，麦穗厚的能斩人。我们出生长大，魂牵梦绕的地方，怎能让贼寇信马由缰？弟兄们，向着家乡出发！You